Thank you.
果然不是一语之辈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再客气了，让你们尝尝我的飞天颜面。飞天镜法，那不是传说中的两大镜法之一吗？飞天镜法威力虽大，但因为损你魂魄真元，你和我们并无仇恨，何苦如此性命相拼？我生平最恨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伪君子，只要能杀尽我们这些正派众人，这条性命又有何足惜？即使如此，我就以镜法对镜法，击我这一招绝天明杀。你会绝天镜法？绝天镜法威力更胜飞天镜法，但一用便魂魄灭散，永不超生。你真的敢用？你敢伤害我朋友，我就先一击毙了你。你有不顾性命要报的仇，我有我甘愿神秘保护的人。我们同是偏激乖张之辈，你该明白我不是在说笑。想要舍命保护的人，这好笑吗？不，你说的对。与其如此行尸走肉的为复仇而活，倒不如像你这样，有绝天镜法舍命一击的好。看在姑娘赐教的份上，今天就放你一马吧，后会有期。风姑娘，刚才此人狂言要用镜法，只怕并非虚言，多亏你再次巧计退敌，咱们才免得死祸。不，我刚才是说真的，我想他是明白我的心思，因此才退走的吧。不过，刚才那人并非真正的妖邪之辈，想是正派做了令他遗憾终生之事，他才会变成那样子吧。如果下次再遇到他的话，希望能和他化敌为友，别再如此搏命厮杀了。那给他看他自己的，若日后他能伙同妖人为非作歹，咱们也不可退缩失落。说的也是，这银大师现在还能察觉妖人的踪迹吗？现在你爸也是妖气也无，刚才追击术也毫无收获，想是敌方都已离开此地。银大哥，既然敌中已失，咱们不妨先出个太阳山，再转向南往松山一趟如何？这下久闻中岳之名，早就想一睹名山风采，只是此刻并非游山玩水的时机。嘿，林大哥想哪里去啊，我是想先回师匠门本门一趟，向师父请教一下易经诸多不解之处啊。元朗贵派本门就在松山。是啊，松山盘点岭正是师匠门所在，我师父修为高深是不用说的，他老人家阅历见闻军籍广博，有关这些奇物异人之事正可向他问个清楚。可是我记得在襄阳相遇之初，你师兄正四处派人捉拿你，现在忽然返回本门，不会有什么不妥吗？这倒不用担心，我大师兄带一头狮，剑法上的造诣不差，但他与术法的天资有限，教出来徒儿自然可想而知。单独时我或许还怕他我三分，但现在可就不足为惧了。话虽如此，我们总还是登门拜访，尽量以不生事为宜。要是双方起了冲突，对尊师也是很不敬。我知道了，返回本门之后，我言语上多收敛便是。只是人不犯我，不犯人。如果我大师兄欺人太甚，也不用对他太客气。那便静静行事了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动身吧。好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到这边啦。好，那大家谢谢大家自己收看啊。喜欢频道的话，别忘了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为你将记得打开，将更新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自己收看，拜拜。